7月9号晚，肖战、王一博《快乐大本营》录制结束后，被网友爆出一起吃了晚饭。只见肖战穿着清新的蓝色衬衫，一博身穿简单的黑色 T 恤，兄弟间的感情是真的好呀。随后，肖战回到酒店观看《陈情令》，贴心阿信为师姐擦眼泪，安慰道：“师姐不哭，带上大成我们回家。”温妮小天使于冰赶来互动，摄影师来看看自己的作品，还有粉丝互动说：“如果是三个人在一起，你就点个赞。”结果我们小天使真的点了个赞，原来我们魏无羡和蓝二哥哥在一起看《陈情令》呀。不知道两个人看到火烧莲花坞有没有和观众一样哭成泪人呢？芒果拉新闻，期待肖战、王一博在《快乐大本营》的表现呀！报道。